中华民国国军有一支特种部队，常年驻守在最前线，他们就是有水鬼称号的海龙蛙兵。蛙兵在战时主要的任务是以各种秘密的手段和方式前进到敌方的重要处所，获得重要的情资，提供给我方的指挥官作为战术参谋和运用，必要时则按照任务的特性和内容破坏重要设施。一直以来，海龙蛙兵都是陆军最强的前线战力。要成为陆军海龙蛙兵的一员，除了必须自愿拔阶进入雏训队接受各种训练，同时还要父母亲或太太同意，没有前科和案底才具备接受为期约半年的训练，过程相当严苛，也只有通过严格考验的精英可以留下来晋升海龙蛙兵的一员。我们海龙蛙兵隶属于中华民国陆军，驻守于金马前线，历史悠久，经多次更迭，于民国62年整编陆军1221、1222两栖侦察连，成功12大队攻于反共救国军，成为陆军1221两栖侦察营，后因金石案组织调整，于民国94年纳编至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本营为陆军前线关键战力，全天候执行战备任务训练，平时任务于驻地实施专长训练，海上侦巡、水文侦察，必因令遂行应变之变等任务，战时则依令执行联合制压作战、特种勤收等任务。而金门两栖侦察营所属的雏训队，其主要任务是在培育蛙兵基础体能和娴熟两栖特种作战专业专长技能，通过雏训至连队后，可立即投入战训实需，增进部队战力。他们与一般部队不同，从一报到开始就要以最高的标准和压力接受考验。左手红短裤，然后把你衣服带到第几有没有题。一般部队新兵报到都会有调试教育，但海龙蛙兵并不适用，一报到之后就要面对教官最高压的严厉要求，只要踏进海龙部队大门几乎都是蛙跳进场。震撼教育是磨练他们进入状况最快的方式，意志力不够坚定的人员就是退训。我们最主要是让他赶快进入到状况，也让他知道说他未来的生活，他未来这边受训绝对不是他像他想象中这么简单。我觉得在训练的时候，就是最基本就是要从严从难，不然其实要训练出一个战士，对，要训练出一个战士，不能因为敌人不会对自己手下留情啊，对吧？所以一定要把那个最严厉的部分，就是一定要展现给，对，展现给他们，然后让他们知道说，敌人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所以要把教官当成是自己的敌人，然后把最好的一面表现出来，这样子。教官的要求，因为教官之前都跟学生说，要让大家一起恨教官，这样整齐才会团结。那学生也知道教官的本意是都是为大家好，那所以学生会觉得教官这样要求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会这样因此这样撑下去。其实教官都是要常常陪在学生身边的，就基本上他们在哪里教官就会在哪里，那看着他们这样一步一步这样慢慢建立起来，不管是专业还是体能部分，身为教官当然是就是像那个老师看到学生慢慢的成长茁壮，觉得很开心。因为其实我也是带着阶级去参加这个蛙训，所以教官的部分其实我很能理解，就是教官很多方面是从严从难，但是绝不苛刻我们，对，所以站在同样是一个干部的立场，我想教官的用心，我们都是非常的感谢。外岛地区的天气形态比台湾本岛更加极端，夏天比台湾热，冬天的温度通常也会因为强烈的海风让体感温度再少个3到4度，因此海龙蛙兵们就必须具备更强适应天气的本领。蛙兵们在受训期间会有非常多的课程训练耐寒或是耐热的能力，如果受不了寒冷，通过不了测验就会被淘汰。冬天一二三，立
爱跟镜头爱的加镜头校长队伍严肃高志安静坚强坚持不屈战斗真爱一阶段主要就是有那个手榴弹，然后格斗战技以及基础体能的部分。那我们在他一阶段打完基础体能，有一定的基础之后，再进入二阶段是所谓的专业专场。那在专业专场上面，我们分操舟、以及潜水还有3D 战技这三个部分。那通过这三个部分测验之后，才能那个进入荣誉硬汉的部分。这样，氧气的大门本来就是个窄门嘛，那你要挤进这个窄门。标准就必须要严苛，训练版就是重严重难，才会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这样，其实初训队它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因为我们到连队执行的各种任务，跟各种的训练，都是需要初训队所建立的各项体能，甚至是心理素质的基准，我们才可以让连队在接获新员之后，可以直接对他实施教育训练。甚至是可以直接达成执行任务的程度。那初训队这一段如果不能够留优汰劣，不能够维持我们原本既定的水准标准，那将会造成连队另外一种程度的困扰。然后就是我们在平常下连队之后，有一个任务就是搭乘海龙艇，对，然后到达那个目标区附近的外海实施突击艇的下放。对，那借由这突击艇下放，然后我们以海上操舟能够更靠近接近我们的这个目标。在除训队虽然没有对海龙艇实施训练，但是针对这突击橡皮艇的部分，就是能够让我们在换成橡皮艇的时候能够顺利的更接近目标。这样子，第一阶段测验合格的学生在进入期末检测阶段后，持续进行基础潜水、操舟顶艇、水上渗透及山地战技等核心训练课程，体能训练是打底，战技训练是在练基本功，两栖作战的水中技能也是蛙兵必学的本职学能，像是潜水、水中爆破、障碍排除、水文侦测及操艇等技能，才能在战时不畏恶劣的战场环境全天候执行任务，发挥勇猛剽悍的两栖部队特性，能有效打击敌军，开启胜利契机。因为在金门，所以时常看到两性的资深干部们，就是精良战绩，所以让学生就是萌生内心有埋下这个想要来两性的念头。教官常说，就是来两性学的就是态度跟观念，一个人生的态度跟观念。那在两性注重的是体能的部分。那如果要找体能好的人的话，那其实找一些运动员来，其实都可以胜任。对，那。当然在这边磨练的不只是在体能上面的战绩，就是包括整个心智的熟练度，还有整个就是绝对服从忍耐到底。这个蛙训结束之后，就教常说这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并不是就是你从此后就人生是顺利，但是秉持了这种精神，就是不管你在军队当中还是到社会当中，任何困难的事情都可以靠着蛙训的这个精神，然后一定都可以度过每一个难关。以前的环境就是有点像是在一个非常受保护的状况下，就是接受教育，那所以就觉得自己像一朵温室的小花，那想借由这次服役的机会挑战一个不一样的自己，还有不一样的生活。然后因为海龙蛙兵就是个特种部队，这样本来就是充满魅力和男子气概的一个部队，所以学生想借由这个机会，就是让大家知道，只要有决心，上每个人都可以拿蛙牌。海龙除训队的学员决定要接受为期半年的挑战，其实也是一种意志力的考验。能够撑完半年的训期，才能成为海龙蛙兵。最后一关是500公尺的硬汉路，这条路不长，但是很遥远。以今年第144期除训的学员为例。原本有14人，到结训阶段只剩下11人。在所谓硬汉周进行综合检测时，他们必须背负战友，互相掩护，
不离不弃，既不能抛弃队友，也不能逞英雄单独行动，还要学习各种战术动作。我觉得在受训过程中最累的，那就是3D 战技的训练，因为当中要背着25公斤的装备，然后要爬山啊、攀岩，然后做各种操演，就是都是平常没有这么多重量，但是还是要继续做下去。因为出训队学的基础潜水跟 3D 丛林作战，会让学员们知道最基础的部分，还有在作战概念、特种作战的一个概念跟基础。那我们在训练的阶段，就可以直接达到任务的分配。我在诸多的特殊工具、器材还有专有名词上面，我不需要多做训练，我可以直接纳入指挥我的小组编配，然后针对我们像回台湾的一种联特进训，做特种部队、友军单位的突入、破坏等等的特工任务，还有像潜水的部分，我们下部队在除训队的基础潜水，如果基础打得好，那我们下部队之后在连队上就可以直接实行战斗潜水，甚至是进阶潜水，或者是潜水下面的水下任务作业。忍耐到底是蛙兵最基本的精神。当学员累得有一点力不从心时，教官就会厉声发问：“海龙蛙兵，你累了吗？”学员则会用尽力气回答：“没有。”接着，更累的体能训练就会接连出现。因为除训队就是训期是蛮长，就是将近半年的时间。然后那一段期间，其实就是接收各种教官的精神压力也好，或者是体能训练也好，那就是非常的需要有意志力才能完成这个训期。学生比较有印象应该是海上的操作部分，在人力操作部分，因为是需要很大的团结、很大的团结力才能把这个橡皮艇操得很好，不然会一直被流带到后面，甚至是很外面的外海。在伊汉州的时候，就是其实非常的艰辛，那能够撑下原因，我想就是感谢所有一起努力的同学，一起走过这半年，然后互相扶持、互相的帮忙，然后才能一直到达印汉州这个最后的测验阶段。海龙蛙兵的训练很高压，也很残忍，但没有如此淬炼，就不会有骁勇善战的水鬼海龙。不但要能征服大海，还要能征服各种陆上地形。从清晨展开到黄昏才结束，学生要接受2期综合评鉴，学生要忍受严格的体能训练，才能应付2期侦搜任务的要求。你不要当成别人的累赘啊！你就是要出一把力，你放了，你的承担就由别人来承担，不是吧？不是。过了没？要不要？装不过，当不上。前后很冷，我也知道；装备很重，我也知道；人压力很大，我也知道。但是你要拿到蛙牌，这是必经过程，懂吗？放松。我希望真的是硬汉中的硬汉，他是绝对，绝对服从。那到底是把他放在心里的。我打！我们直接徒步前进，赶快，我们就要前进。不要超过我，往内，往你的左边一点，不要超过我。全身都出来，是想要让自己的人生没有任何的遗憾，并且让学生的爸爸妈妈还有家人跟女朋友都可以为学生感到骄傲。报告完毕。学生最是要挑战自己，挑战极限，让自己爸爸妈妈为自己的儿子感到骄傲。要走啊！结束了！撑住！撑住！来靠右，撑住！浪里白条，神出鬼没，这是海龙蛙兵建军的精神。面对战争形态的转变，国军特种部队的训练形态也做出调整。海龙蛙兵拥有优良的传统与历史，
接应所有队员都是经过蛙兵除训合格才能加入，健测只是证明自己具备成为蛙兵的基本条件。两栖营的各外岛驻守的任务其实性质是差不多的，都是负责防卫部的特工作战或者是反特工的任务，但是澎湖优于其他两个岛的地方是我们这边的海域跟能见度非常的多元又够清澈，所以是我们两栖营主要训练海滩勘测跟潜水还有船艇海上的队形训练重要的一个训练场地。深信未来这群戍守前线的部队将持续自我要求与锻炼，传承光荣传统，以坚定的信念与勇气成为捍卫前哨海域的英勇战士。